早哈，今日过你也买无实惠哈，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哈。那依照惯例，都开始赶快先来订一挂小玩具，等下囡仔送一个，然后来，那些小朋友这么放假，啊，厝内底拢嘛无聊着啦，安尼无，一定爱摕一挂玩具来耍啊。来，咱即摆先买只较轻的啦，这轻较皮康的粉笔啊，这只跑跑卡丁车，捌看过无？这少年家啊，囡仔绝对拢爱耍过游戏，这有够钱的。这什么电视，逐天咧比赛，你啊看 ESPN 有无？逐天咧比赛啊，来，这客人可要当作公仔，连你的电脑顶管，连你的车顶，连你的桌顶拢会使。啊，那小朋友要当作玩具来，这才是回力的，回力就是有啦后边。啊，你甲大人的少爷，你有看到无啦？这时速当作个百倍哦，这走足紧的哦。往后啦，啊放开他就会跑了哈。安尼要不然，啊你骑多摆，然后连着啊专门啊顶管那会使啦。安尼要无，那该穿的哦来，一只开偌济，店头咧卖人一只卖99，啊那下卖讲90吧，这一只卖你80无算拍卖，卖你70有那无算俗卖啊。安尼听啦吼，南山钱先啊穿到边，咱即嘛是看下底拢总俗的着，一只卖80卖70，开60免，一只卖开偌济，50落啥物啊来，50块落啊吼来，50哦，一只50块哦，50块哦。好像在讲六五十块，那大家看一波，你看我看清明看到八半，五早都上几年啦，一只要40落啥物啊啦，40块落啊，加起啊，互你个啊，当作公仔来使，当作玩具来使，一只要40块哦，30落哦，25落哦，22落哦，啊，那你死啊，我咧哭呀，都拄开始就哭，你这边啊，我咧呼呼你啊，我袂甲你骗来啊，哎呀，我咧讲个来个来，啊，无人叫咱来啦吼，今仔都下你有出来说，啊，我都有出来摆啦吼。南山钱甲川那边，即久落就无这个无这无搁早着价啊！要互你急破头，甲想袂到个俗，安尼啊，无互你堆鸡人头，实讲准备台湾头，实甲单，要互你专心无底面。一只卖讲五只，卖讲4只，开3只，即马变2只，有哪毋免啊？钱甲川那边，一只要开偌济？10块落，安尼啊无来10块落啊？安尼有俗也无啦，这俗啊无臭无潲伊啊！咱讲真正啊，来一支10块，要买要快吼来，啊，就剩你去食，剩你去食吼来。哎、欸，阿哥嘛，10块尔，阿你阿爸有小朋友，你台买啊，然后来，阿买无着来，我咧讲买无着卖受气，咱后边要买物件都贵啊行的啊，来，我咧讲，即摆咱来卖一粒哦，即摆囡仔上爱耍的啦，这啦这啦这啦，咱即摆来卖几粒啊，这战斗陀螺哈，阿你阿爸哈，前几工你有看新闻无？即摆小朋友上爱耍的玩具排行榜第一名就是战斗陀螺，但是较早你买个囡仔陀螺吼，拢爱困衰啊，阿无就是爱那插落用油的好无？啊用油迄有当时战斗陀螺两粒爱烧空嘛。啊！即摆较早，即摆外口咧卖迄个两粒来烧烤，伊就落菜。啊，落菜即摆囡仔来用袂少吼，食入去嘴嘴内底，食入去巴肚内底，靠在迄中毒的咧吼。来，我咧讲，咱这毋是烤菜的哈，咱这全部拢是塑胶粒的，一体成型的，绝对袂去落菜的，你免烦恼。而且即条客顿的你免得困烧啊，即条全自动的哈，客顿叫摕45度，涂骹轻轻甲撸两个，啊，甲放个着叮当，你有看到无啦？欸，这我咧讲过啊，这慢慢甲斗电池，因为电池我拢甲你斗好啊，连工算了无电挂拍过，咱换电池啊，会当一直重复算的，你当个撸撸的，啊，甲下落着叮当，你有看到无？大家客个拢个算，无电行我自行你不要紧，安尼好无？来，一粒要开偌济？100落，那啥物啊？100块落啊？战斗陀螺，100哦，100块哦。这100一定无人买啦，这100老人买，我咧睇到最高底，咱讲真正啦，80落啦，70落啦，60落啦，50落啦。你是不是等警察来抓你啦？战斗陀螺呢？靠！你电池拢给你倒好啊呢？40落哦，我落价那咧落300块咧，你咧买物件袂输偷买过多咧，40哦。30哦，错晒啊！靠，要这个明仔载了搞礼拜哦，袂甲你骗。来来来，哎呀，我都讲做生意都无功夫，无师傅，讲假病了，安尼好无？有哪共款啦？钱甲起啊紧啦，一粒要哎10块就10块啦，安尼好无？叫着行啦吼，叫着行，快来讲真正啦！你甲看啦，看到有 BP 无啦？真正你等10块你看卖下啦。老师，你30都无爱买，你走，买买全部拢等10块你看卖下来。你一定去做久啊呢？你照吼，你要选角度啦，你都照正面，我正面没看，你要照外侧面，外侧面看像刘德华吼，你锦龙堆吼，哦，直接就变啊，尽量照侧面哦，来，好来，阿哥吧，龙虎完了哈，龙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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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卖个银钱，卖个银钱，我个锤，我个锤了哈，你起码应该拢要削个断坏了，啊，我个锤啊，我个锤，看有啥物件无哈，来，今嘛来，我个好啊，好啊，啊，我咧讲，我咧讲，我咧讲，今嘛来得。反正说是往后拉，因为那是回力的，这只都讲啊，这只是摩轮的，摩轮就是往前推，轻轻那个三轮的，啊你个下轮就怎样？你看了无啦吼？啊这只你个刹较大力的时阵，伊这内底都火星的，你看了无？这都火星车啦，这啦暗暝冒船你也看到，看了无啦？这个较早咱咧平个千块打火机，赶快内底火车啊！啊这安全玩具，这规个风力内底你免惊囡仔碰着，伊停着，伊小点安尼跳啦吼来！这个走起才够紧的啦，我都讲你个如果大力火，你老师你也看嘛，这跑马你看了无啦吼来？这只开偌济？这只要哎，100落啦，100块啦，够走啦！八十啦，70啦，哎，这嘛你等10块啊，靠腰袂，你物件愈花愈大行啊，你逐项拢要等10块，就无意思啊咧。你这嘛当作我物件拢要淘汰哦，这嘛全管10块，一只80啦，70啦，60啦，50啦，40哦，
三十五，歇困哦，好好，袂紧坐啊，来电话慢起来，好，歇困歇困，袂紧坐啊。哎，你那当了十块，你等下乌托巴卡了，卡来只套路呢，十块安尼哦。电脑欠了呢，十块；笔电欠了呢，十块；啊，微巴欠了呢，十块。啊，这几台我跟你讲，这三分钟就卖完，你还袂跟你骗？五分钟来几台，你用讲伊啊？当了十块安尼哦。我看你下暗来搞我糟蹋，不要紧不要紧哦，非得这也不是第一道啊，大家拢在用糟蹋的，安尼好不好？来啦好啦，伙食车啦，安尼好嘛哈。啊，拄开始啦，卖西奶啦，拄开始非得是咧招人手啦，料啊料这几只尔啦，总谈这几只，总料这几只尔，安尼好嘛。直接要开偌济？十块就好啦，十块就好啦，安尼好嘛吼。来，十块啦，十块啦，好好，你甲看卖，无甲无臭无潲，讲哪差哪大条的，你甲看卖啦。哎呀，你有看到无？你即摆来看对贵的，即摆摕十块出来买，你就知即摆对贵的较便宜的，你有看到无啦？哎啦，真正拢伫遐咧等十块的啦，无啦，卖买。其实我咧讲买无着袂要紧啦，买无着卖生气。其实迄只足紧的歹的，迄只卖买啦，哎啦，迄个算三角的歹的，卖买卖买吼，买白只买白只来。即摆来，即摆来，我甲袂白行，我甲变白行啊！等着十块咧哦。即摆我咧讲，即摆我咧讲。即卖因为时间无早，我看安尼后壁迄一包一包要等下卖你十块，等下了钱卖吼，归去安尼，我等下找机会，然后先去创送的，好安尼无？啊，我咧讲时间上的问题来，恁即卖开始咱来变头前哪变只较大项的物件安尼无？第一项安尼啦，拄啊土路是卖无着啦，土路卖无着，我咧讲好加载你无卖着啦，因为咱即卖要变一个较大粒的啊，你要算来算只大粒的啊，你看好啊。即个等于要算会记顶完，即个炒菜你甲炒了，你甲烫两年了，烫个暗了啊！我来赶快找暗的所在，愈暗愈好算啊！来看咧，有看到无？规条甲定落，下口有一个土色灯的定位，规条定位个音乐下底变小，看到无啦？你算着算这，你算个拄仔细了，你看到无哈？啊，等下胖胖的，伊会听伊嘛？听伊不是歹啊？听你再甲炒落，啊再甲烫两年，再甲定落，然后继续算啊！下当一直重复算的定调，我来甲你斗好啊！安尼好无好？来，好，我你讲，即条我来甲卖掉啦哈！但是我先甲你讲一下啦，即条吼。我感觉这粒我卖阁画啦，因为我感觉这粒我若咧想拄安尼继续甲画落吼，我感觉这粒的命运，我感觉应该嘛是十块尔啦，安尼好无？你即马开始无咧分物件咧，当着十块啦。来，我咧讲，我咧讲，咱即马估计角色互换一下，你感觉？即马开始，恁所有徛伫头前个拢是我的头家啊！我即马负责摕物件出来，我摕出来物件，即马换你家己画，要哪画则简单咧？你着感觉这粒大粒的土路，你感觉十块个价值，你着甲画十块。三句内底若无人加，我着卖你十块，安尼感觉？你感觉二十画二十，感觉三十画三十，恁即马甲白花啊同款啊！物件画上悬，迄个我卡袂掉；物件品无收起来，收起来我不要惊。啊，我摕出来物件，你有介你甲画，无介你着卖画，安尼听好啦吼。找下讲话就咱开始画，有画开咱卖，无画袂咱卖啊！来。这条战斗陀螺，你老家会开价来偌济？这条偌济？偌济？三十无人加卖你三十来，三十块加偌济？三十加偌济？这条三十块加几块？三十有人加无？三十块以外加好多？三十一股三十无？三十两股三十无？三十块偌济？四十花给你们先准备了，要压起来。四十无人加卖你四十来，四十块加偌济？四十加偌济？四十有人加无？这条陀螺四十一股哦，四十两股哦，四十块两股半哦，包包我过来四十无四十嘛？咱着三股内底上悬的着卖掉嘛？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卖，过来，过来抢来，我搁抢，我搁抢。今晚来，我咧讲，今晚来讲，今晚来变成较轻的啊！来，这条。会看咧，要搞安尼，买几粒啊出来，再炖咧，等看咧，咱摕叫囡仔耍啊！来，咱今晚来卖一粒啊跳蛋，安尼好无？跳蛋仔无？跳蛋仔无啦？跳蛋是囡仔咧耍啊！你要跳咧跳蛋，等下乌白纸咧纸咧是死人，我袂甲你骗咧。唔过跳蛋是电池倒了开关，你伫咧开关落电话，你有看到无啦？会震动，啊都会跳的啦，这个都跳蛋啦。啊，这物叫你骑伫手，我咧耍，你骑伫手，我咧耍，错过到中风，我袂甲你骗哦。这跳蛋是咩？小朋友看要等你倒啊，顶等你涂骹，你着卖恰小，着甲你跳，你有看到无？遮水个啊！我这电话无电影咧，你等下换电池换新咧，你跳得较大力咯，安尼好无吼？啊，这厝内底我咧讲，即卖人有当时拢无生囡仔，因为囡仔歹饲，经济了歹无好饲嘛吼。即卖若无生囡仔，有当时人着饲狗啊饲猫啊。哎，恁兜若拄好饲狗啊饲猫啊上好，这肯定个人狗人猫上好。你即卖的猫啊，趴地下咧歇困，拢卖吵，拍死惊伊。只能甲耳朵转甲连过，迄只猫都对头对跳落，我袂甲你骗，惊就惊死，我袂甲你骗，安尼好无？来，我咧讲，我咧讲。即个跳蛋我来给你画啊，认为偌济，你着个画偌济，安尼咁好吼，画上悬咱就袂掉啊。来跳蛋，你老家会开起来偌济？偌济？十块、二十、三十，在你画在你表老得心情啊，欢喜的话，咱尽量个调用啊，较热闹就好，安尼好不好？来偌济？偌济？在你画，在你画啦，偌济？偌济？偌济啊？二十面啦，无人叫这啦，卖你二十或者三十，无人叫你画，甲像我是新的公园的，我咧靠腰啦。三十块加偌济，三十加偌济，三十有人加无？我四十，我四十两个人哦，四十加偌济，四十加偌济，四十有人加无？一股四十无，两股四十无，两股半四十无，两股三下四十无？啊，你们画上都要画靠四十两个，我卖袂上啊！一个买客啊，一个买内底安尼哦。四十有人加无啦？四十块有人加无？四十块有人加无？四十块加几块？四十加好多？四十有人加无？啊，这蛮傻小啦，靠！要不然这两个戏招我是不是没上啊？我上。
我哋啊，五十无人加卖，五十块加偌济，五十加偌济，五十无人加无一句哦，五十两句哦，五十块两句盘哦，包包我贵。今仔哦，咱即马有请摄影师在现场录影咧，你唔惊话，你明仔载上镜头，我袂甲你骗咧哦。来，即马伊即马等下迄个是要投诉苹果日报，你今仔你安尼唔看，你等下咪上新闻啊！我咧讲哦，来，我遮我都讲你当，我遮我无请人去斗话，其实有请人无请人，你敢看无？你即马人客正敢那啥货？我都话几道，有请人无请人，你着看有啊嘛哦。做生意无咧用迄个垃圾玻璃免烦恼，咱话掉用个沙库拉，迄个就不用干做，咱讲真正好无？有价你也家己话安尼听啦吼，来，飞姐来，我遮，我遮啊。十块，你即卖当作热狗咧花你啦！我咧靠，要十块，只条十块，十块加偌济，十块加几块，或者三十无人加卖，三十或者这些就靠行情，你看人一股就四百，你看了无？好来，我四十米啦，我是彭杰呢，你妈妈派我，你很凶呢，我四十米啦，你啊画出来啦，你机安尼打嘛，当作四百，你让我爽一下，你敢知影？那是王英雄四啊嘞，王英雄嘞，机啊嘞，不是四班啊，伊机啊嘞可能四个啊，你敢知影后来？即组你老盖四十，四十名哩啦，你后摆画出来，你我爽一下嘞，四十块加偌济？我想讲即只四班嘞，我等下困啊，咱讲真正，我今仔平常时就谈起啊哩，四十有人加无一句哦，四十两句哦，四十块或者五十无人加买五十块加偌济，五十加偌济，一句五十无，两句五十无，两句半五十无，包过去哦，五十就五十无，安尼有无？来，好啦，你看阿伯伯，讲啊，你看了无？这肯定的哦，哆啦 A 梦的啥？哆啦 A 梦的泡泡枪，你看了无啦？你较早带这小朋友去关公地区，啊，买迄手工棍的，迄个无，迄一支细支五十，大支九十九，棍出来就三粒四粒，三粒四粒，三粒四粒，你棍了要死啊！人到囡仔即摆摇一支，人到囡仔二一个，人到囡仔都棍甲死我，袂甲你骗你，我讲，早带到三百咧，你看了无啦？你就是一直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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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棍。分到这才是危机，真正啊！咱讲真正，啥物啊？而且分到最后，拢免洗手的啊，你免手，你看你看，我穿这廿公安咧，你买袂是买啥货啦？你看了无啦？看了无？分到最后，袂把甲规个手，你要穿物件，免揣洗手的，咱讲真正好不好？好来，我你讲，我你讲，你买一支飞碟，我送一支泡泡枪而已，安尼敢无吼？买飞碟送泡泡枪，安尼好不好？你买飞碟，人家你也甲你讲到，安尼啊，就是买一支飞碟送一支泡泡枪来，一组咩开偌济？百五了，安尼好无？一百五了，一百五了。啊，你外口买碟，你去等下现换，安尼好无？买一支飞碟，送一支泡泡枪，安尼好无？啊，等下飞碟呐，我都花到两万，就是买一支飞碟，送一支手机啊，安尼好无？吼，啊，若都花到侪，就买一支飞碟，送一台火车，安尼好无？吼，来来，今仔头前迄个伊拢逐工咧做货，你又真厉害来。要算就是安尼个考上去，安尼看了无？啊，咱看一下风向的哈。夜市后机啊较好看，恁即马风格上对内底靠出来外口啊咧吼，咱着对伊逆方向，安尼好无？安尼个得去看无？去哩落来后，伊落来时阵像个飞碟好无？啊，后无好啦，你看落来伤紧，照你落来，伊会倒倒来，倒倒来，倒来像个飞碟安尼，哎呀，坐登啊你个头前啊，迄个顶后一个来，你物件来，小朋友介啥物件咯？咱我讲啊，恁介绍我别个买咧，有介啥物件无？什么东西啊？海贼王，这你呐？啊，这未歹耍啊！这等于两个人、三个人、五个人、十个人，会当耍团体战，会当耍咩啦？我你讲啊，新的客啊内底。又加一包咸给你，总共二十四支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下开坑总共二十四坑，要算就是两个人、三个人、五个人、十个人，甲集合咱先猜拳。杨师傅咸客起来吼，一人插一坑，其中有一坑插了，即个跳起，跳起那个输啊，输啊要哪处罚？你会当家己决定的。你若男女朋友算的，输啊烫一领，输啊烫一领，输啊烫一领，你着算半年前两个人敢那白斩鸡，我袂甲你骗。啊，若甲弯手人啊，较简单靠腰啊，弯手人啊招好招来是二路好算，即马就是输的有无？第一个车龙，输的迄个车龙，输的迄个车龙个龙三头，你弯手人就死啊，卖个亏钱啊！开枪出危险的，好无？直接算这较紧啊！咱讲真正安尼，好无？来，我感觉这道画的这个速度吼，哎，把恁试看卖好无？咱这条下啊，卖甲动，咱一直甲画，画到十二点半。我感觉这条可能到破三千五，咱讲真正，我了好，我咧做侪人话，你看了无？好来，七十加偌济，七十块加偌济，一句七十五，两句七十五，两句半七十五，包过来七十五哈。来，安尼，今嘛来，我甲别别行，我甲别别行啊，我甲啥物件？要什么东西？随便啦，哎，什么东西？懒趴。喇叭啦，靠腰，我是讲懒趴的，你我白讲爆粗口咧，我来。除掉丑陋的开始，总有一天，你必随我死去。我挡袂牢啊，来我咧讲，你敲电话钱柜，我送个电八间包厢。我咧讲半点钟啊，咱钱柜只有我开嗓开好，我挡袂牢，咱做伙来唱歌安尼好不？赞无啦，你听歌就才爽嘛吼，莫讲舞曲，你听台语也要听抒情，拢做好个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要听孙子，赶快就听孙子嘛。来，我你讲，即马即点嘛是要合理个哈，安尼好不好？放你遮，啊，都低头，即即马网络做钱个啦吼，啊，即嘛是啊，啊，有个人讲，哎，头家啊，你这音响拢遮大粒，啊，你这唱这遮细粒，这有人会顶无啦？靠腰啊，
音响不是咧大粒好细粒歹啦，啊，干人咧分你音响你袂晓做像老鼠，较大粒袂呢啦。有听好啊？全部音响内底唯一两粒的，这两粒是全中文显示曲目的。我咧讲你大嘛，你拄仔看这有显示。